将帅无能呢，累死三军。马总统，本席在想，你是不是刻意要来开放瘦肉精美牛呢？来移转你执政不佳，来移转你经济不好，来移转你物价上涨的焦点。日前呢，位于中共福建的平潭综合实验区呢，啊，有计划要招募台湾人民呢前往工作，年薪在95万至280万的新人民币。招募的对象包括管委会的副主任、管委会办公室的副主任，以及经发局的副局长、环境及国土资源局的副局长等等，都是领导阶级的工作。报纸上说呢，已经超过300人来询问，而且已经有35人报名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大陆的工作有兴趣？原因我想是在两岸经济的差距已经拉近，而你马政府呢的表现却是荒腔走板，经济没表现，民生物质一直上，代表人民对你的马政府没有信心，对失业率高涨的不满。这就是你马政府长期以来一昧的亲中、媚中、聚中的结果。所以台湾的人才、台湾的资金呢，才会持续外流，而你呢的政府毫无感觉。你的陆委会主委赖信言主委说，依据两岸人民关心条例呢，台湾人民赴中国担任公职呢，要处10万至50万的新台币罚款，甚至要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但对照于你的退役将领，一大堆跑去中国去组团去朝圣，去让中国统战，却一边拿着退休的高俸，这样的敌我不分，高谈共军国军都是中国军，有这样的退休将领，你政府吭声都不吭声，又要如何禁止人民过去对岸，又要如何禁止人民过去那边领高薪，你来罚他，这样有任何阻下的效果吗？这分明是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。马总统，本席听说国防部退伍后的将领呢，前往中国的连线管制要开放，现在又据传国安人员离职之后呢，赴中国的管制连线也要放宽。马总统，你什么都要开放，瘦肉精你开放，退伍将领你也要开放，人民的健康、经济安全都被你逆风高飞飞走了，本席对你彻底失望。